你才看到我东西，让你去养老院你不去，你现在赖在我们家了，现在立马给你儿子打电话，马上去养老院，听见了没有？谁呀？这么讨厌，净出来敲门，给我老实待着。哎，老公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公司不太忙，所以就回来了。他怎么回来了？这个死老太婆不会告状了吧？妈，您吃饭了吗？吃了。过几天啊，我们公司放假，我想带您出去转转。儿子啊，妈想去养老院。妈，妈，去什么养老院呢？你平时不都喜欢待在家里吗？你这样说，老三还以为我欺负你。这样吧，你平时不都喜欢住家里吗？住家里啊，品味也在，帮你洗洗衣服、做做饭啥的，也好照顾你。是吗？你看我在家给你照顾的多好啊。这样吧，你就安心在家待着吧，啊，品妹照顾你，我也放心。喂，王经理啊，好好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妈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老婆，你在家好好照顾妈哈。我就先走了。好的，老公，路上注意安全哈。你个老东西，你刚才是不是要告我的状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你车钥匙。你个老东西，刚才是不是要告我的状？我告诉你，就像你儿子那种的，又老又丑的，离开了我，他能当一辈子光棍。以后你给我识相点，听见了没？听见了没有？你给我识相，听见了没有？住手！你让谁识相点呢？老公，你咋回来了呢？我咋回来了？我不回来，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吗？你可真会演啊！你不当演员都可惜了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刚才跟妈闹着玩呢，我就准备给妈做饭去了。闹着玩？我告诉你，我说我妈怎么吵着要去养老院，原来都是你在搞鬼。三老表，既然你看到了，我就不跟你装了。你妈长得又老又丑，身上还那么臭，赶紧送我养老院得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可能把我妈送到养老院去，而且啊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你在找我？跟我离婚？你跟我离婚了？你还能找到女朋友了吗？百善孝为先，养一尊大于天。像你这样不懂孝顺的女人，我宁可打一辈子光棍。你直接归去，父母已老去。家人们，我相信你们都是善良的人，你们支持我吗？不要的失去了。